哎哎哎！你别过来！怎么还有镰刀啊？这准是从柴房里偷的。哎，换家伙了。哎，你这可比上次那法子厉害多了。你别说话，小心点！你别伤着三少爷。姑娘，我比商量一下，我今天有急事儿，能不能下次再帮我啊？你别过来！你们退后！小心我！哎呦，三少爷，对不住您了。我都习惯了。进去。 站住！坐下，坐下。坐什么呀，妹妹？我……你坐不坐下？金兰，开门呐！我真有急事，你让我走。外面桂花姐的事，我帮一百平，保证以后绝对不会让她再逼着你接客了，行不行？我信不过你。你信不过我，你还能信得过谁呀？正如你的熟人吗？我怎么也是被你绑票过两次的人了，对不对？ 求求你了，我真有事儿，你不要骗我。哎呀，你出去啊！哎，你把这镰刀给我呗。不敢。我再买不行吗？两块大洋够了吧？ 今天我做了一桩大买卖，啊，那老板要了差不多2000多块大烟，真有此事，肯定的。你干嘛呢？嘿嘿嘿，抢钱，行吗？
哎呀，铲铲铲，咱们那来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行行了，回去，没事。走。就是这儿，哥。一会儿啊，自己加点小心，啊，放心吧。魏大哥，拜托了。放心吧。 大哥，里边的人都杀了吗？绑起来。三少爷，出来吧。魏大哥，你居然没事儿？搬货。哎，二哥，搬货。 鸦片被偷了，刚刚接到的消息，一块儿都没给咱们留下。什么人这么大胆？爹，您先别着急，我已经派人守住了出城的各条要道，咱家的货谁也别想运出去。